真要与我划清界限？昨日你出手相救，这份恩情，火焰爽臂铭记在心。只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我已积为鹰王，一言一行均代表我鹰族，恐怕以后没有这个福分，与妖皇已朋友相称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只论公事，不论私情。阿姨。 我们在人间也曾成过一次欢，当时时间仓促，没来得及准备这些，婚房也很简陋。不过你当时眼里的光，比这九重天的星河都要耀眼。之前都是我的错，错过了阿印，好在现在有了让我弥补的机会。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神君，莫要得寸进尺。这是合律书，一个月后生效，目的是向三界宣告你我自由之身。届时，你需立刻搬离梧桐岛。